台南有一间东京豚骨拉面，结果呢，来到这东京时代，就这间听讲是总本店，生意就好了。大碗、中碗、细碗，拢同款的价钱。用那个先起这个贩卖机来接啦。店啊，生意真好，按都放开，啊无其他咧甩面。一堆配料，我嘛唔知到底是要南边是人。哦，你看这群少年，真正做个安尼做有做有神采奕奕安尼，做不怪生意也好，做啊真欢喜。咩拉面？鱼，等下我摄着，我摄着哦。鱼啊，鱼骨的拉面啊。鱼蒸骨，换啥？猪骨拉面，猪骨拉面大碗。还有，你这跟大中小碗拢敢介绍？大中小，大中小碗都敢介绍。嗯。啊。差一点。啊。我呢，米露要来尝。请问含台南敢唔同？敢无啥同啦吼？无同，含台南根本无跟他讲，咱可能以为说资料上是有写讲台南嘛，台湾也要开啦吼，但看起来好像不是，无唔是讲是。哎，甩面，怎么换掉有甩面呢？安尼，哦，原来他也有甩面。吃完了哈，啊，看到甩面啦，不过我也是感觉台南较合胃口啦，哦，加上咸啦，啊，味道上浓，好，多谢收看。